Hello，卢米尔，第一次身体重开机，整个体感都，你可能很多都忘掉了。我们现在先来试看看。现在你的头。然后眼睛，眼睛左右动，通常都是注意力、眼睛、鼻子、眼睛上、眼睛下，头，现在这一阵是经脉啊，你刚痛这个东西。以前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肾爆炸了啊？这个东西是水分缺水，不是肾虚的。就是晃神的时候是其实身体它还在定焦。因为就像你第一次，因为毕竟刚开始第一次打开那个多媒体之眼，全维度的，拜托。手这个都只是电流跟血液的部分。不血一点过这样子。不是头晕，耳朵，就是因为震到那耳廓里面，就是你耳朵的那个最大值。这时候不是快聋了哦，这时候是因为对耳朵跟声音敏锐的时候，它如果关系到你的。身体下肌肉的时候，那个情绪会勾动肌肉感。这个情绪，就是情绪，不用感觉说被刺到什么。
就是能量传动而已。声音确定可以正常发生哦。情绪，这是情绪。电流跟情绪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当你的情绪体在抖的时候，就是电流在通过的地方，它有点像是你的路由器这边，它电就是电流直接就是穿过去，所以。